早起就用怪手，把那台修理车面顶的砖仔壁吊起来，车主车紧驶走。很恐怖的，你刚坐在里面，我也很怕，听到砰声音，哇，吓死人，就吓到了。对啊，哇，这个反正还挺严重的。这情形实在是太过恐怖，车的柱顶底一个拢冒落去，到后边的玻璃撞破。意外发生在21日暗时九点外，这间60-70年的旧厝已经无人在住了，厝顶的砖啊，规个崩落来，含到停在路边的两台车，警方接到人报案，随来有封锁线。两台车，我哥哥的一台，这个是前面的那个表哥，对面表哥，对对对，他的比较严重，我哥是前面啊，他是整台、啊。前面啊，昨天有下大雨还是怎么样吗？没有，天哪！这几天前几天，差不多六七十年了。六七十年的老房子了，已经都很久没有人，多久没有人住了？差不多很久了。他们要换个，就是要自己要处理啊，因为政府有划白线。厝主讲，伊人是住乡村，三不五时才回来住，这间厝刷来嘛是爱搁修理，加在即摆人拢无代志。民视新闻屏东报道。